来好，咱吼，这在座的学员甲同心，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哦，这咱同心安尼，哦，这即几哦两三天两暝嘛吼，啊，所以恁安尼足辛苦的吼，啊，伫只啊讲足辛苦，但恁嘛足幸运的，够同款的。安怎讲呢？因为一世人会去拄到吼，真有意义的大工程吼，就是台湾民政府。哦，我一直甲咱个学员同心讲。咱是一个政府，毋是政党。那么呢，恁会惊讲有即个机缘呢？三更两暝呢，会拄到足济江苏拢足优秀个，吼、哦，甚至拄啊有哦，当顶一节，吼、哦，即江苏嘛伫高雄，吼、哦，高雄啊嘛国务委员，吼、哦，即嘛足足真精彩就对啦。啊，所以讲恁即几天会拢会拄到每一个江苏拢有伊个吼特色，吼、哦，啊恁来去遮学到伫外口无学到个。哦，伊嘛我来甲你教的，哦，我即个历史的真相。那么我就讲，咱既然是一个政府，那么人来讲，按我台湾那足侪政党在做学问，唔知你嘛去上网络吼，即流氓的大政府，拢总有340几个政党呢。一个小小的台湾，我印象中呢，敢咱台湾有319个乡镇。有无？过去咱咧记些咱个即个地方个吼，讲哎，台湾有319个乡镇。不过呢，你包括苏公内政部登记政党哦，340几个，吼、哦，包括顶个月底嘛，一个新的政党个吼诞生了，吼、哦，这就是电主宅，有无？加刺敌美国，要刺杀这个蒋经国，个电主宅，吼、哦，电主宅嘛成立一个政党。那么你看卖，即个咱讲你嘛方向唔对呢，一路行到遮，因为看方向唔对，要台湾独立嘛好啦，吼、哦，要用体制来咧完成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拢是无可能，吼、哦。所以我一再讲，好要讲，咱对即个台湾民主，咱个认识了，就讲，哎，咱是一个政府，啊，这政府是安怎来？当来思考啊，吼、哦，台湾自400几年来。哦，拢过去拢是往殖民殖民啦，哦，拢是无一个当家做主，哦，伊拉无一个本土台湾人，这是一个原来，哦，过去是足悲哀的历史。不过呢，必须拢伊在讲讲，咱呢本土台湾人爱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战败的责任。哦，伊记得哦，历代祖先吼，咱28年精英呢，你看卖有完咯无？哦，1947年嘛，1947年这2月28日吼发生的这个吼28这屠杀，把本土台湾人精英啊精英，全部拢铲除掉。所以呢，本土台湾人安尼失落到今仔日为止74冬哦。那么呢，咱本土台湾人大家拢唔知影讲，咱是生活是政治联合，哦，安那就爱互这个美国的法官来甲咱讲呢，哦。讲下恁本土台湾人，恁着生活伫政治连江呢，啊恁无国籍，所以呢，这个一个演变，这个过程，真坎坷的路要行，哦，啊我着讲下，自从2019年是一个足大反转的年代啦，哦，啊咱大家同心合力，对家己要有自信，哦，啊我这自信，我着讲，咱对咱台湾民众这个信念，吼、哦，尤其是对台湾民众这个主张。甲立场吼，咱一定吼爱做，记伫咱脑海中吼、哦，啊落实伫咱的行动中吼、哦，来执行讲这个大方向目标，安尼呢，伫咱这个手头才好落完成咱吼、哦，台湾要行出国际地位正常化的这个吼、哦、路程吼、哦，康庄大道了。那么呢，我伫遮我来跟大家同心合力吼来分享讲，既然这条路。很歹行吼，过去我拢讲过，吼、哦，都有借用到这东条一个旁蕴居士讲，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啦。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台南北港码头吼，50担吼，提起高雄市的85楼啊，破来要升一碗呢，较困难啦。哦，这过去我伫台南做服务吼，迄当伫咱王州长的时阵吼，我有伫嘉义分吼讲过这典故啦。啊，不过呢，这个旁蕴居士因某呢，讲甲因翁讲呢，你讲得较困难呢，啊，我即款是拢较照用的哦。
就像讲台湾民进这条路咧，你行其实也真简单啦。迄因磅婆呢，安怎讲呢？讲义啊，如下棉床脚掏地。讲啊，我就讲啊，讲就用伊的话来讲台湾民进这条路啦，是非常的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呢？简单到你摘些目睭白金吼，落眠床脚踏涂脚较简单哦，安尼想起来吼，不过呢，因早间有意见咯。啊，因这个旁运甲因某旁婆，阿阿某讲了后，因查某囝就出来跳出来讲啊，讲哦，老爸你讲的讲甲较困难，唔对。那么呢，老母讲较简单呢，嘛不对。伊啊，结果伊讲啥呢？讲哦，这不难的不易，百草头上周书义。所以就是我讲，咱政治人甲切适当，我甲照用伫咱今年。就咱政治人74年呢，我就有比较就是讲吼，这个百草头上捉树，就是讲老天呢会安排，就是讲人自助、人助，后边就是天助，天会做啦。哦，台语有一句话嘛，讲啊，着人啊，着神啦。哦，无过去我是2012年加入的啦，一路行来呢，当政治人甲72当迄当阵，我都伫这个台南区服务。72天吼，住年啦。迄当伫台南州服务时，我想讲过去历史上拢讲一个孙悟空72变。啊，迄年呢，佫是猴吼，孙悟空美国猴。我想讲川普迄当2017年迄当阵气势长好无？就像起来吼，你看甲东北亚吼，即、金正恩安尼航空母舰拢出两堆啊呢，安尼来，结果呢有进行无？其实川普有进言，也着硬，也着软。啊，不过呢，对台湾这地呢，伊伫实际上两年外，伊伫旧年呢，嘛伫当这台湾民众这个区块吼，有成立旧年这个2018年3月，大家学员应该有知影讲有一个台湾立宪法，台湾立宪法，这就是保强这个台湾关系法这部分啦。那么台湾立宪法，伊即个法律上吼来保障，以及搁一个8月份的国防授权法案，原来讲到台湾即个区块，吼，即个咱东兴学院咱的官网，咱拢有咧，咱去上去看卖者。第三呢，搁一个亚洲的再保证的倡议法，以及今年通过迄个台湾的保障法，所以渐渐其实即个法言。弄一个法律的依据啊，所以我就讲结果就是讲，川普呢，伊要执行这个大工程，伊用来完成这个把这个太平洋甲印度洋这部分呢，爱用一个足坚固有一个法源的基础这个法源就带入去咱台湾民政府我甲咱大家分享就是讲。台湾民政府呢，就是伫这个2006年吼，这个10月24日吼，就咱秘书长带领210名去美国吼，华盛顿首都甲控告这个美国吼。那么呢，大家学员呢，过去我嘛会思考，我是安怎台湾人哪会过会当过美国来控告？当然甲回想转来讲，伫1945年呢，迄当阵当时战败国吼，咱个母国。大日本这个帝国就是伫这个1945年的这个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就是因为美国弹3粒炸弹嘛2粒原子弹就是8月7日弹伫广岛1粒，8月7日弹1粒伫长崎所以8月15日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三粒呢，这粒未爆弹。但伫9月7日，9月7日，这就是麦克阿瑟将军用第一号的命令，指派，会记得哦，是指派蒋介石元帅，伊无讲指派俄罗斯哦，指派蒋介石元帅，这条未爆弹，代理美国来占领台湾，所以呢，这经过历史的演变，人爱足清楚，人清楚了要就怎讲？原来1945年10月25日，
咱过去读的历史是讲光复节，不过呢，迄天是就是在法律上，哦，国际法来讲，就是讲迄天就是哦，迄天就是一个哦占领的开始，友善期的占领开始，因为旧金山条约还未签，哦，所以呢，迄天就会当在国际法来讲，国际政治法来讲，就是友善期的占领。占领时间开始了，哦，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友善期的占领了，并不是这蒋介石因讲的讲做台湾光复节，哦，啊，所以这咱每一个同学学完，咱个知，哎，这你就变变哪里来的？结果呢，1946年十正月十二，国共共演变一个改变咱的国情。其实，咱嘛经过法律社会写的会议就知，嘛只当要改变国情，正港应该是。爱发予咱美国国民的身份证，唔是发这个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证啦。所以呢，直接来讲是安怎美国，伊拢采取这个模糊呢？哦，啊模糊和这个吼，安尼上下其手吼，啊，本土台湾人嘛叫写个吼，安尼唔知家己是啥啦。哦，过去我较早嘛无经过这個法律写的，我嘛是认为讲，啊，都是中华民国啊。哦，结果是讲，欸这经过法律，伊拢无按照国际法，无按照国际政策法。伊个，吼、哦，1952年这四月二八生效这旧金山和平条约。所以，而且我讲，安尼冤枉路，吼、哦，安咱台湾人，台湾来讲，咱讲足善良的啦，吼、哦，台湾人真正善良到吼、哦。过去我印象中，伫南投保利吼，哎、哦，我一个阿金吼，我骑车咧去往弄。伊载物件，迄种弄倒去，倒去按起来吼，爱共回失的，哦，较早共教台湾人教，吼，才会，哦，阮阿金阿弟呢，用较早就是安尼，弄着都爱共回失的，哎，我是我足认同是安尼就对呢，哦，唔是讲在咧讲理，啊讲理呢，大家都代志愈来愈复杂，啊嘛过去迄种本土台湾人，诶，迄个过程我感觉讲，诶，这点人吼，未来吼，咱学起来。对哦，哦，就是讲，大家做了什么代志，唔对，就是咱家己，哦，所以说，咱伫这台湾民主教育嘛讲呀，咱遐好运气有人拄着呢，拄着你唔好讲，哎、欸，啊，这到我无，到我吼，拄着安尼一路行到安尼吼，啊，愈来愈坎坷，啊，愈来愈困难，啊，你讲，哎、欸，我歹插，歹势哈，这过去，哦，这老祖先有讲，就是王大仙、王皇帝吼，伊讲，你拄着哦，啊，你嘛无甲完成吼。你后面来吼，会搁愈惨，会搁愈动荡。哦，我相信这句话呢。啊，这原来不是当的王洪基讲名呢。西方哦，原来有一个日本的林吉宪，大家捌听过？哦，一个萧然博士，伊讲过，伊讲你嘛看到，你拄到，还是你听到就好无？听到然后，你就爱负责任嘛。哦，啊，拢伊我这句话，我就甲反省，啊不，那个反思啦。事唔奇怪，我听到人生教我有关系，哎，你嘛也了解深入，真正讲无唔对，吼、哦，因为你看到，你听到啊，吼、哦，啊你拄到啊，啊你就爱问你家己讲，我今仔行到按这条路要完成大工程，是安那较困难，别人拢无问题，都是咱家己的问题，吼、哦，所以这句话就是讲，你要怎翻转，就是问你家己，吼、哦。你用莫用外号求啦，吼、哦！你要讲用这外号求讲哦，因迄、那个迄蔡英文啊吼，伊这 ROC 啊，得爱离开吼、哦、台湾片，我等于金门妈祖平潭，你讲诶无效呢？你个日本那个要甲讲吼，哎嘛无效呢，对无？哦，啊所以变啦，吼、哦，嘛照这老祖先遐经典因咧讲来讲，哎，人向人来讲，吼、哦，来讲就有效啊。所以过去我伫台南做服务，阮着每遍参会拢做一个即祈祷文吼，就是讲，哎、欸，来向天、向神、向你个、向你个念力吼、哦，你家己个念力啊，向你来讲，安尼就有效。啊，不过吼，即讲个就是我讲，大家有人来怀疑讲，你即到底是啥物宗教？啊，我讲呀，即甲宗教无关系，吼、哦，即就是每一个东西个念念力，就是讲你莫必须恁去食讲讲。咱每一个东西一定要有自信心，都、就是掌握在咱每一个东西的手头就对了，吼、哦。啊，所以我来讲，今日呢，这个
要袂讲即咱即个吼，迄、哦那个法律吼、哦、论述以前呢，我原来搁来补充一个讲，现时阵即局势变化，吼、哦、吼，就分享一个讲，有人有补偿，我无补啦，啊无补就爱变啦，变一寡方法吼、哦，就是讲，哎、欸，安尼好，既然整个局势变化，大家当心来知哦吼，咱后礼拜开始有一个万安演习吼，而且即足清足注意哦。因为拜日、拜日、拜三、拜四，吼、哦，尤其即个拜三甲拜四，大家要注意。因为明仔载吼，即、哦这个川普要过日本，吼、哦，吼、哦，要国事访问，吼、哦。既然国事访问，敢若张的款吼，张就是迄、那个伫日本的，吼、哦，即、这个雷根号，吼、哦，美国即个雷根号的航空母舰，吼、哦，一定往倒会行，我唔知，吼、哦，但一定离开即个日本的，吼、哦，港口。哦，啊，明仔载穿无去，过来后礼拜即演习，过来啥？我要讲啊，重点就讲到即个拜三甲拜四，因这两个日子吼，过去我伫课堂上咧讲，就是讲，后生呢应该爱伫即个今年七月七日以前上班，十月七以前爱离开台湾片哦，啊，即天意安排，哦，安怎离开，咱家己去思考，卖我来讲，哦，那么呢？过来就是讲要推杀啊，讲上紧，吼，就是我咧讲，台语有一句讲叫世事难料，哦，然后叫凡事都有可能啦。所以我即摆讲爱注意后日拜三甲拜四，因为拜三我印象中是敢若属于台东，东部小部，吼、哦，东部小部。那么呢，东部小部拜三的款，啊，拜四属土伫台中，哦。那么呢，有木？够土，即卖呢？南海，大家当时唔该知喎吼。即、哦、南海即八个礁吼、哦，因为嘛经过菲律宾去世国际法庭啦，告即个中国，吼、哦，告了世界吼、哦、国际法庭嘛讲，宣判讲这是礁，唔是岛，唔是岛。不过呢，美国原来甲中国讲啊，你遮吼袂当设军事基地，啊，我你嘛上网络甲查。这八个点拢已经是一个军事基地啊，吼、哦，伊的迄个机房、飞行机的炮塔、甲伊的战备，吼、哦，迄、那个库房拢总有啊。安尼要如何是好呢？我过去伫台南州讲过，爱岛会。那么岛会的交叉比对呢？你阁想讲这个中国吼，去、哦、年开始发生啥？捌听过瘟疫无？小经典讲有三个小吼、哦、小山灾，就是一个瘟疫。那么中国已经去年有拄着这 DJ， 哎，着 DJ 因瘟吼猪瘟，嘿啊，瘟猪瘟都延续到今年的连香港嘛沦陷，吼、哦、沦陷了猪瘟归个啥？伫年初我就讲过啊，年初因个粮荒，吼、哦，因要粮荒以前呢，去年就开始吼无头路，啊你无头路转去吼。你要坐，要拍车票，搁去增加讲要坐来这个哦，上海也好，北京也好，迄、那个拍车票一定甲你讲，歹势无位，你无迄个车位就对啦。算讲我增加的中国人，我爱互伊农村的人民，我爱互伊等伊起来就对啦。爱用啥控制？哦，在座当时人我拢知嘛，因为维稳非常的哦严重，维稳就是讲你无隐私权啦。因个形象、影像拢甲你输进大数据，吼、哦，所以你看，因今年三月通过这个维稳的费用偌济呢？折合台币六条，因个军费偌济？折合台币才五条四尔呢？啊，美国去年八月通过2019年国王授权法案的军费偌济了？台票22条，日本去年通过因个。军费折合台币7条，啊！你甲交叉比对，中国的军费今年三月通过5条4，吼、哦！所以你甲你甲开头甲想就好啊，吼、哦！会进无？一定进。安怎讲？因为习近平吼、哦，伊伫2012年嘛是无拄好去互捡着，不然毋是伊要坐位的啦，吼、哦！这老天安排吼、哦，这个江泽民甲胡锦涛吼。啊，就超袂好势，超袂好势，怎啊？互习近平起来？
习近平起来，这我相信我甲像川普会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老天的安排了。安怎讲呢？习近平伫1985年甲2002年有17年哦，伫福建服务。哦，你过去嘛台商吼，足侪去福建设厂的时阵哦，哇，拢介安尼下当讲哈，安尼嘛好兄弟啊，同款的。哦，啊，习近平伊知影国民党，伊知影台湾的地位。那么呢，伊嘛知影一个台商的吼，诶，台湾人伊的计未来要安怎行？啊，甲因的未来呢，吼，中国的遐人民要安怎转去？其实习近平拢足清楚的，吼。啊，既然清楚呢，我就讲起啊，咱这条路吼，因为咱也无这个税收，啊，无媒体，吼，所以不管你是平面媒体还是电子媒体，咱呢这条路拢把咱封杀掉。啊，封杀掉呢！我来讲起啊，老天吼、哦、安排这人出来吼、哦，拢有伊个意义的重大诶吼责任吼。所以呢，安排自从讲老天安排咱个秘书长吼、哦，这嘛是历代祖先400多年来，咱讲咱对得起咱个老祖先哦。过去老祖先伊拢无一个政府呢，独独咱这是经过万国公法、国际法、国际战争法以及旧金山和平条约。合法成立的一个台湾民政府呢，所以历代祖先伊嘛知影讲，本土台湾人有一个方向啊，吼、哦，有一个扎根的所在啊，吼、哦，啊，过来就是后壁，就是要看人安怎拍拼，吼、哦，所以呢，而且我来讲，未来台湾平和要万年富贵吼、哦，是看在在座各位哦，哦，你莫小看侬啊，到我哎、欸，我当一个人尔，无唔对，你一个人尔，不过呢。你一个人吼、哦，你的细胞有50条呢，50条至60条呢，吼、哦，这50兆60条的兵马，吼、哦，所以你讲啊，这能力你嘛集中落来，我来讲啊，啥物动拢动袂掉，吼、哦，这我是甲咱大家分享的。来，啊，咱到倒转来讲，既然因的军费即摆局势变安尼啊，吼、哦，去年因就拄到这个瘟疫。今年年初就拄到疫情，吼、哦，你嘛有朋友台商的人，你甲问看卖，因即马伫大陆吼，遐个物件是贵价，不管你食不着着蔬菜水果，也是咧大，吼、哦，哪讲米着着啊，同款哦，原来爱开始炖啊，你嘛无炖吼，大家有当顶个月啊，我捌听过媒体报讲，中国发农作物拢拄到一个啥物？啊，农作物有无？都有一款虫有无？哦，迄比蝗虫较厉害呢。迄个虫哦，专门咧食你的农作物。哦，啊，原来几下线拢拍起来。哦，所以我就讲个，天路咧安排啦，安排到尾安怎，互你个自然也掠光。哦，那么你话最近看因有掠光无？其实嘛咧掠光，啊掠光，佮因啷讲，你知无？讲好多自力更生呐、啊，哈，因为自力更生呢，啊，所以因放的影片放啥呀？因影片放迄个1955年6月25罕见吼，迄、哦那个暑期啊，安尼我就讲安放了足够的呢，有感觉吼、哦，我就讲，因为1950年6月吼、哦，这25就是发生罕见嘛，吼、哦，啊罕见发生了再把蒋介石留伫遮。哦，啊，这个蒋介石留在台湾，算吼，这个未爆弹留到今嘛呢，大家拢探索3年，大家拢歪点动，吼、哦，啊，所以就讲美国人吼、哦，我来讲诶，不管因的鼻啊呐，一直愈来愈毒，我有原因的啦，吼、哦，所以大家思考者，吼、哦，啊，不过人因只有照制度来咧行，只是吼、哦，甲你拖刷尔啦，啊，既然要拖刷，唔过今年大家知影，这个川普伊的动作都会看出来无？在这个以色列有无？把迄个耶路撒冷讲是以色列首都，啊，把迄个戈兰高地讲是以色列的。我咧思考，这无迄个法律，没有法律基础呢。无法律基础，川普敢安尼做呢？吼、哦，安尼做，大家思考一下。所以我咧讲，一定要有实力。你若有实力，人就唔敢安尼欺负，吼、哦。啊，因为这一个战略要地，迄、那个戈兰高地都是百分之以色列60%-70%的水，拢爱为遐来，
哦啊、所以这个所在个制高点，哦，是都是类似跟台湾这个战略要地同款啦。啊，台湾这个所在个有一个华人的基础呢，个有一个台湾民政府伫在美国成立的呢，所以我就讲哦，咱会当讲正处在整个最微妙的时刻了，所以咱的东西吼，大家拢心花得好些吼，准备就对呢，就是讲，哎，话变就变哦，吼、哦，啊，台湾会乱无？啊，你讲绝对袂乱，吼、哦，包括你看遮个伫了当局警察的服装有改变无？吼、哦，嘛改变，互你，哎，啊，互你看到讲，敢那好像，哎，哈、啊，拢是一种属于甲台湾关系法，大家东西嘛拢知嘛，这是美国的国内法呢。哦，啊，美国国内法，唔啊，台湾啊，美国的国内法，啊，啊，就是伊个华人伫倒位，哦，所以在这过去必须拢一直人讲，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咱最一个，哦，对这政客，哦，咱来讲，这政治人物，他不能够哦去忽视抹灭掉，哦，尤其伫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吼、哦，伫这2009年这个8月7日嘛。伊甲美国国务院的律师讲，哦，因为美国国务院放弃抗辩权嘛，哦，最高法院啊，美国律师，不是最高法院的律师甲这个哦国务院的律师讲，伊讲哦，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哦，也够有效哦，哦，大家嘛知，旧金山和平条约是1951年的这个哈、哦、9月7日，哈、哦，伫这个48个国家伫旧金山这所签的，这是经过美国。参议院通过，啊嘛伫美国宪法第6条有讲过哦，吼、哦，即法律基础你嘛经过参议院通过即、這个哦条约，在家己法律上等同美国宪法，哦，所以你再讲旧金山和平条约也够有效，哦，啊伊个法源基础就是讲，咱原来做清楚哦，当时一个现主席交往也够无属于伫参议院讲众议院因个管辖下。安怎讲？咱嘛有知影讲，这个必须用迄个台湾最终吼、哦、地位迄个第二册第二册有写的吼，伊咧讲呢，即旧金山和平条约伫澳美有讲到，日本去放弃台湾片哦，即伫国际政治上合作，必须用讲做悬空割让。哦，伊无讲即放弃哦，美国哦无放弃哦，无讲出来，按道理势力有效，美国哦，美国军事政府伊个写落 USMG， 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配合有处分甲支配权，以及第23条确认美国为主要占领全国，啊，所以你嘛以美国即个宪法哦，伫即地岛区。诶，这个地类吼、哦、有公有，这个领土吼、哦、地类都还有三条要件啊。第一条就是爱是美国征服的，因为国际政治无咧讲我拍赢，啊伊拍输无安尼讲啦，就是讲我甲你征服了，是我征服的吼。诶、哦，美国很难有这三个要件：第一，美国为征服者；第二，为主要占领全国；第三，要有条约。好、哦，会割让，按、啊、这个符合这三项了，就属于美国的宪法，好、哦，诶，海外的领土了。所以就是因为有安尼，伊对台湾这个人民呢，美国宪法要讲保障，好、哦，保障咱的人权嘛。啊，唔单就是因为安尼，必须带领200条兵去抗告造人的劫案嘛。无你一个无一个迄、那个华人的基础，你敢若要来告阮美国人，未通嘛？啊，所以那么经过改了，整个架构甲轮廓足明朗的，哦啊足明朗的。现主席我讲个，因为即个牵连着 ROC 甲 PROC 啦。那么 ROC 我今日甲讲到伊上班10月7日，哦，就是中国的共产党70年啊，哦，因伫1949年10月7日，甲 ROC 白条嘛，哦，啊成立了，甲今年2019年都70天，
啊嘛，照这整个大数据啊，甲历史上甲哦演变，就是讲因共产党包括因的老祖先迄个苏联有无？苏联嘛是70天以前就结束掉，无跨过70天。所以呢，我断定讲，先熬乌死哦，上紧伫后礼拜三拜四，上班伫7月7日，更加慢10月7日哦，熬乌死也气数真。哦，还登记金龙妈做平台，哦，过来啊 ，PLC 边啊 ，PLC 我讲的，因内底即马已经发生两项了嘛，瘟疫、疫情，第三战争，哦，那么战争我都有甲分析讲，因的国防的经费偌济，哦，过来因的习近平，伊是讲12年起来了后，伊嘛是无拄好去互捡着了后，因为伊无军权。所以无军权呢，为自2013年开始弄个这中国的吼、哦、军事吼，即个枭雄甲忠将哦，换掠，伊弄讲做大老虎啦。啊嘛，我讲叫做独权啦，独迄个军权啦。啊，军权，你现出事就是讲军权拢来自啥物人？大部分伫啥物人手头？大家嘛历史一个查吼，对江泽民的手头哦，江泽民甲曾庆红啦。哦，啊！但最近听讲，这个网络嘛，拢江泽民甲这个胡锦涛拢曾庆龙拢出现伫这个哦浮出台面啦。哦，啊，就是讲，一旦看出讲习近平的吼，换头个莫里修就是讲内底军方的力量伊达袂到，外口呢去拄到这个川普吼、哦，这个真正伊这有心论呢，啊，拄到因这共产党是无心论呢，哦。啊，这个、信用呢？欧美国家是信用自由，啊，伫中国也是袂当有信用，干会当信共产党。所以呢，伊今年前几天尔，把这个华为吼的制裁，后壁佫有70间的公司吼丢掉，所以就类似去年的中兴吼、哦。所以你讲因中国呢，因要自力更生有可能无？哦，重要人家因法度无？唔过，因拢讲的拢足有法度，讲拢会当飞天正地，吼、哦，讲起来拢讲因第一嘞，哎，别人无第二嘞，拢因第一嘞。唔过嘛，该限制嘞，因呢爱裁员，吼、哦，这就判死刑同款啦，哦，就是讲中兴、华为，过来后壁还佫精彩，就是因的监控系统，哦，我都讲因的维稳吼，经费比军费较悬，哦，啊，这就是讲这个共产党，因呢。看呢太快，因有9000万的这党员，9000万的党员吼，你也看卖，迄、那个美国的参议院吼，100名嘛，参议员啊100个嘛吼，众议院430几个，435个，啊对，迄众议员是按照人口吼、哦，那么你也看一个美国吼、哦，人呢，因呢安尼民主国家嘛在吼，无甲500统一。不过呢，你嘛甲今年共产党中国遐，你也看因的这两个会吼，因的人员偌济了啦，啊，要几万人，党员无算哦，我都讲党员9000万嘛，啊，但因这个吼，委迄、那个什么委员会啊，什么人大代表啊，吼，拢是3-4千人，哦，弄到4000人啦，啊，你要加起来8000人，啊，这8000人就大家咧分钱嘛，对啦。哦，啊，这八千人，你嘛讲，伊就红炮带、红三带拢一直行嘛。哦，啊，你嘛黑五类吼，黑一类、二类、三类、四类、五类遐黑吼，你拢我来讲，歹翻身嘛。所以14亿的人口，我来讲遐，伊这民族性吼，非常的，真啊，我感觉完全悲哀啦。吼、哦，那么呢，咱这部咱就我甲祝福因遐人民吼，我讲伫今年吼，会当做一个了脱啦，吼、哦。这个料到就是讲，原来还有需要台湾人去甲斗下手，吼、哦。所以本土台湾人，我讲起，人真正吼无较输人呢。我最近才看有一个囡仔吼，台湾囡仔吼3岁尔，吼、哦。迄圆周率会当飞到3.14，一直飞到3.14到100，100号，吼、哦。阿边，阿个会当来倒背，吼、哦。啊，过来。99乘法表啦，什么嘞？化学程式啦，什么多德经啦，吼，啊个什么嘞？拢会背。啊，即摆台湾啦吼，足济安尼个哦，哦，都过去我课堂上咧讲，
以后本土台湾囡仔吼，三岁以前台语、日语、英语拢爱晓讲，啊，不过字伊唔捌。像这个囡仔，我所在这个囡仔伊嘛字唔捌呢，不过伊背予你听，吼、哦。啊，这背吼，那你讲，唔是讲背名就背去啊？无呢？你讲背，大家知无？这个通关，因这伫咧当着通关馆长，你知吼？电文灿吼，伊有法度背一万五千名的人名呢，唔是电话哦，人名。你嘛一万五千名吼，啊，甲介绍过吼，三个月后咧，你甲问，这相片这什么人？啊，这什么人？这什么人？伊拢讲互你听，郑文灿嘛，郑文灿，好、哦。所以我咧讲个，咱这个教育过去拢扭曲去，拢用死背，哈、啊，哇，一直背，啊，九九乘法表安尼背，爱咧，咧背背国文也好，背经典也好，拢背啦，拢唔对，哈、哦。所以我过去，我跟你讲讲，早期唔知捌听过用红阿册无？吼、哦，拢用漫画，吼、哦，拢用画一个图，啊字足少。所以我嘛讲，这未来本土台湾人吼、哦，这个教育吼、哦，一年、二年、三年拢是红阿册，红阿册是，吼、哦，不管你历史、国文、数学，吼、哦，还是什么这个吼、哦，化学，还是这个算术，拢总用红阿，吼、哦，啊去表达。啊！这囡仔看到，吼、哦，用扫描，目睭的扫描，吼、哦，安尼咧记，听讲啦，比你用背，较条，记较条，吼、哦，啊，所以这人拢有时间过，啊，所以这囡仔我来讲起，这台湾吼、哦，真正，如大家嘛知嘛，过去咱台湾囡仔咧话，是拢第一名，伫世界嘛，看拢是吼出类拔萃呢，这是事实呢。啊，这事实拢是啥？拢是父母吼，咧、哦、付出努力吼、哦。啊，但是呢，方法要领还无普及化了。啊嘛，方法要领普及化了吼、哦。我咧讲，就过去我咧台中州也好，台南州好，我拢讲，每一个东西拢第一，无迄个第二个啦。大家拢第一，啊，大家拢有法度呢。吼、哦，拢我都想安背一班五千名的人名呢。吼、哦，数学之高，电话啊背一百支、五百支以上呢。我、哦、啊，像我即摆是我多，吼、哦，你讲叫我背一个，卖讲偌济啦。至少去电话，我都爱真思考咧。啊，不过人讲恁哦，经过训练过吼，安、哦、尼呢，要背五百支电话，啊是一千支电话，拢非常的简单啦，吼、哦、啊，非常的简单。八十岁咧学讲也会使呢，吼、哦，嘛有八十岁去学的呢。啊，我真正嘛看落八十岁安尼吼，哎呦，那厉害啊！真诶，八十岁啊，伊嘛是甲你背互你听。哦，啊，昨日我去倒背，正背唔代，我来倒背，倒背都转去。哎、欸，我讲你啊，哎、欸，啊，这是安怎训练的？哦，哪讲的？免两个，免三个月啦。哦，所以这多心学员哦，能上网，会当上网搜寻哦。哦，这左脑甲右脑，哦，会变化。哦，都我都讲的，咱人的细胞，人体细胞有五十万至六十万呢。好、哦，哦，是啊。啊，就是讲，老祖先嘛讲呢，咱个念头啊，一秒钟有一千六百条个念头呢。我迄当阵咧思考，我嘛讲，那有可能啊？我上计想想，今仔日我想讲，明仔载较早起床一项，啊起床了后，啊较紧食早顿两项，哦，啊了开车三项，开去高速公路顺哦四项，啊要来到中央爱五，讲讲个应该袂超过二十项啦。不过呢，老祖先讲，讲咱人个念头啊，一秒钟啊。一千六百条，我来思考啊，那有遐济啦？我算算，逐天的念头嘛想无一十项啊。不过伊讲有一千六百条，我爱再去发现就讲，咱的细胞有五十条至六十条啦。啊，每一个细胞拢有咧发射，拢有咧发射这念头啦。哦，原来是安尼啦。啊，就是因为咱这就是讲无明嘛，无明障碍着，所以这功能拢袂晓变。吼、哦，所以这样就是讲咱。家己爱要求家己啊，莫管别人，因为管别人足忝。真诶，即我诶经验嘛是安尼咧，家己都管袂好啊，搁想要管别人，吼、哦。所以即甲大家来分享就是讲，今仔日咱过台湾民政这条路，都透过咱每一个东西，安尼，吼、哦，安尼为着向来啊，甲执行落，执行啥？执行国个就是讲，后欧西离开台湾片哦。USMG 电话进驻台湾片哦 ，TCG 接替台湾片哦的比例，就是遐简单尔呢，对，简单到今年
我讲今年嘛是搁一个足大诶吼，甲、哦、大家分享者，伊就是历史上七百年去拄着，就是自从一九年啦，今年算咱拄着，拄着啥？大天上就是一个冥王星甲土星伫即个山羊座交汇，这七百年才拄着一遍。啊，七百年前咱个查，吼、哦，恁来查哈。甲查这七两天空一九年七百年前吼，原来是冥王星、土星伫山羊座交汇发生什么大代志？迄当阵大代志是台甲血流成河，吼、哦，迄当阵用台啦，是啦，迄当阵当一个到底蒙古啊，是这清朝啊，应该是蒙古，蒙古啊，就来用台，吼、哦，所以其实伊这个民族性吼，拢是安尼，无足无人性啦。无人性，就是讲，我要讲这意思，讲今年咱拄着，咱毋是用台，吼、哦，咱这个用在法律，吼、哦，咱是华语吼，透过这台面上的武将，就是川普，吼、哦，啊，过来啥？日本安倍，吼、哦，过来习近平，过来普丁，过来金正恩、杜特地，吼、哦，这呢来敲盘吼。哦今年会做一个了断啦，哦，尤其你莫看这个普丁呢，普丁大家嘛知，前几天伊就宣布讲，中国要进口石油吼，为六月初，为后个月初开始甲调整计数，吼、哦，啊大家嘛知，因为川普甲伊朗因为退出核协议，甲伊朗制裁，就是伊的石油，包括台湾、中国拢袂当甲买，包括就是。伊朗的石油变咱外销，所以呢，伊爱甲啥人买？吼、哦，伊爱甲俄罗斯买。俄罗斯呢，我来甲讲，为六月初好，你买袂要紧，六月初调整计数。吼、哦，啊，这个计数大家当心去上网查一下，看这个普丁吼安怎出手。吼、哦，所以我来讲起，普丁因这个民族是战斗民族啦。吼、哦，所以你看乌克兰。这个新的总统有无？就是伊嘛甲讲呢，伊这战斗民族嘛甲普丁讲呢，因普丁甲制裁嘛，经济制裁嘛，你都叫动算着，好、哦，而且嘛政政治素人嘛，政治素人呢，伊动算着坐计程车去就任呢，这大家网络唔到看无吼？但这真的假我是唔知吼，歹势我是安尼讲吼，啊，但是真的就是讲，伊一个政治素人去动算着乌克兰的总统，吼、哦，啊，伊嘛讲过，吼、哦。伊就是要打贪，哦，伊过去咧演，伊嘛是演总统啦，演到煞变真诶总统啦。啊，真诶总统伊当选了，普丁甲制裁，普丁甲制裁吼，经济制裁，即个政治素质嘛无咧惊伊咧。伊讲安尼吼，啊，你嘛无要摕俄罗斯诶公民证吼，我乌克兰发互你，吼、哦，你著知影普丁原来把即个克里米亚吼，无按照国际法甲吞打，啊，用武力。提起来占掉，吼、哦！啊，那么这個政治素人，嘛无咧惊伊呢，吼、哦！所以我讲，因为金正恩有最近敢若四月底吼、哦，有过去四月五月去访问这个普丁嘛，普丁嘛甲讲，你要按照国际法，吼、哦！啊，所以按照国际法呢，这個、金正恩其实倒来伊嘛莫咧想呢，你知道？伊嘛内底吼嘛是发生饥荒啊，吼、哦！伊。这个整个嘛讲，整个中国国北韩，去拄到今年是讲一九年的这个大局势吼，对我讲，三一个冥王星甲土星伫三两座交这个大局势吼，我看可能川普吼，卖老天上帝神哦，哎，无多许吼，叫伊出手机会就对了，哦，因即马战争控制的都。伊当阵是，伊当阵就是杜鲁门吼，伊做副总统，伊唔敢有一个原子弹，伊唔知呢，啊、哦，就敢讲川普伊人做生意人，伊选到美国总统，伊嘛唔知讲美国总统的权哈大哩了，大家有看到无？今年我那个因众议院甲参议院的法案甲破解掉呢，而且川普嘛有史以来一个吼，真有担当的啦，真有担当，就是讲小我来甲。甲川普讲，伊去甲过去历任的美国总统，伊无完成的，伫伊这个川普吼、哦，也来完成啦，吼、哦。啊，所以我即摆我呐，因为牵涉到我呐拢无讲到这個、哦，
这泡沫影吼，来我可能爱来只话，大家要看一下吼，来啊，重要就是讲，大家当心要有信心，你知道不？因为愈来愈精彩啊，吼、哦。等下吼，咱也是呢。哦，还好，这一段永不放弃了哈。啊，这不要紧，咱迄个影片吼，暂时因为时间吼，我即摆强调吼，即摆要和恁大家分享上个大就是讲吼，伫这个哎，我拄好讲报告二六号人十月二四吼，过来就是我要。强调就是讲，咱台湾政就是吼，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成立的。啊，伫这个二零零八年三十八，这个美国第一番的宣判就是本土台湾人无国籍。过来二零零九年四月七日，美国高等法院判决，吼、哦，这咱大家小看者。重点伫这二零零九年八月七日吼，这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那么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甲国务院律师讲，有金山和平条约吼，但重点我要讲就是讲，伫二零零九年八月七日个这个吼，诶、哦，国务院放弃抗辩权了后，伫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吼，大家小记一下吼、哦，就是中国习近平伊伫中国做副主席的时吼，伫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有过去日本访问啊，去见天皇。哦，这点我要让恁知影讲，其实习近平足清楚台湾的地位，台湾嘛唔是伊呢，伊都足清楚。不过伊咧操作民族意识，啊，这操作民族意识去拄到川普，伊即个七月七日以前会甲送一个大礼，吼、哦，就送一个 ROC 和登记这个吼、哦、中国，吼、哦，这个、大礼，安尼让伊一个习近平穿一个开了，再今年年底。再来结束 PRC 就对吼，来啊 PRC 变来结束，我连再个分享给大家知一下吼。来，即摆就是讲，下期二零零九年诶十二月十五，习近平去见天皇嘛，吼，啊见天皇讲啥，吼，大家卡头想知，就包括明仔载川普要去见日本新的天皇，这联合这年代，伊原来讲到台湾平和的状况吼，过来。我咧讲就讲，即自从一九年，哇，拄啊自从九九年八月七日嘛，啊，我讲自从九九年十二月十五习近平去见日本嘛，见天皇嘛，过来二零一九年吼六月二九，大家爱会记咧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九，伫即个中国重庆 ，ROC 甲 PRC 有签一个一个法，吼、哦，大家有印象无？即后壁拢有美国手咧操盘，吼、哦。伊就是自从一九年六月二九，伫重庆签这一个法，就是表示啥？就是 ROC 甲 PRC 国共合干。所以在即个自从一九年七月七日，吼、哦，经协商，台湾民政府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正式挂牌运作，吼、哦，即嘛足重要的日子，吼、哦，即拢有一个吼，环环相扣就对啦，吼、哦，就是讲，其实因顶头拢知哦，是习近平知。马英九知，蔡英文嘛知，李登辉嘛知，对吧？陈水扁嘛知，都干那偏偏歪互本土台湾人知，所以呢，到即摆呢，99.9%的本土人嘛是还阁唔知，吼、哦。所以就爱透过在座各位吼、哦，不断的去把这个正确的历史真相甲提出来，吼、哦，大家呼吁，吼、哦。所以过来，我这样下来。有无？即、这个咱七月七日吼，有挂牌运作嘛吼？啊，伫即、这个吼，同款吼，二零一九年吼，同款二零一九年十月七日吼，伫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政府发予咱台湾民众基金会执照吼。即、这个呢，伫咱个官网拢有在看。我要讲意思是讲，咱拢有一个华人，啊，一直安环环相扣，啊，美国拢有咧计伫边啊。但伊歪讲就对了，就是我重点咧讲，足济代志拢咧人讲，咱台湾就是骗咯，就是美国占领。不过呢，美国人歪讲咧，伊歪讲，吼、哦、啊，继续这个 ROC 安尼内巡通外鬼吼，我咧讲个啊，
这是一条真坎坷的路，啊，不过只要咱坚定咱的信念，吼、哦，这条康庄大道，我们得要浮出台面啦，吼、哦。啊，所以来，搁讲阮伫这个延续了后，一个，吼、哦，台湾政府的登记书，所以我咧讲个，咱是政府，吼、哦，咱不是政党，吼、哦，啊，咱政府呢，吼，这是用按照这个，吼、哦。国际法、国际战争法、甲旧金山和平条约法的，咱成立的吼、哦。啊，所以最主要战略法都是美国吼、哦。啊，所以咱伫2013年3月15号吼，伫、哦、台湾政府美国官方的合格证明文件，以及2013年6月18日正式完成美国官方注册政治组织的登记书。所以，咱在座嘛，爱对咱家己讲，嗯，咱不是政党，咱是对得起咱的台祖先人。即摆问题是要完成后半段的工程，就是为着咱这未来咱的子子孙孙，吼、哦，要付出甲全球世界行出国际地位正常化，吼、哦。啊，再来，来这张吼、哦，这张新闻真嘛足重要，世界百几个国家啦，吼、哦，无一个国家吼。哦像咱这个新闻证，国民新闻证吼，就是咱只看者吼，即美国占领旗，即咱台湾种代表旗，重点就是伫只后壁只有一个 USNGTCG 吼，即你袂当无袂当使用吼，即就是讲你万伫个会议吼、机场吼异常，你哦咱个即个有诶调迄个过去调奥巴马，即个调川普即个吼。还是调美国国旗，咱开会者吼，即咱咧使用即公用场所来讲吼，即拢有一个，哪会讲有合法的，是啦，哦，唔是哦，你讲讲，哎，咱这是哦，什么组织，哦，咱是政治组织，合法的政治组织，吼、哦，那我跟你讲来讲，咱这种公民身份证吼，伊这个发言吼，有依据去看这哈几项八大项，哦，全球世界公民身份证嘛，无像这汉。哈尼严谨啦！第一就是外国公法，吼、哦；第二就是国际战争法，吼、哦。国际战争法即个包含着啥？包含着即个海牙第四公约，吼、哦，以及日内瓦公约，以及国际红十字总会战争法规，吼、哦，以及即个陆军总署野战手册汇编，以及战争的惯例法，吼、哦，惯例法，战争惯例法，以及即、這个。美国最高法院对这战争的判例，吼、哦，以及其他国家吼的判例，所以这个当一个国际政治外交，吼、哦，牵涉到几个法院，话你看咱这公民身份证，我来依据这个吼，再来第三，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奥利，就是我讲，日本放弃台湾朋友，对悬空割让，嘛悬空割让，就是隶属于这个美国吼宪法的。列岛式的吼，伫第一个范围之内，啊，原来是直属于美国总统的管辖下，吼、哦，美国总统直接个会当解决代志，安尼，吼、哦。过来，势必吼确认，吼、哦，这个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朋友有处分甲支配权。第二三条就是确认美国为主要占领全国。过来，第四台湾管理法，吼、哦，这台湾管理就是美国国内法，吼、哦，啊，这个。台湾关系就是因为这个美国因为甲中国建交，迄人卡特嘛，卡特在把吼用一个这个台湾关系法吼、哦、来保障这个所在人民的安全吼、哦，啊那么呢，国第五项佫牵涉到美国甲中国三个公报，三个公报就是上海公报、甲因的建交公报、甲这里头这八一七公报，那么会记得哦，这三个公报吼。哦拢有最主要讲，就是讲美国甲中国拢尊重双方的主权，以及领土的完整。重点哦，伫领土的完整。不过因这三个公报，甲台湾关系啊，拢无讲到旧金山和平条约，拢无讲到啥，吼、哦。所以呢，这美国人我唔知讲因的鼻仔会笃笃，原来原因的啦，吼、哦、啊。比如讲，咱本土台湾人，咱就爱甲喂出来，吼、哦，喂出来，互伊讲要安怎运用美国宪法，
来帮忙咱台湾民政府。哦，所以说我一直呼吁讲，美国因为政府吼、哦、是一个吼、哦、行政、立法、司法嘛，三权吼拢独立的嘛。吼、哦、啊，既然你要模糊空间，就是我讲，川普其实伊嘛知参议员甲众议员吼，迄拢甲欧西安尼，大家靠底啊，讲分甲好势好势拢。川普伊知呢，伊毋是毋知呢。那么到即摆为止啊，要安怎？吼、哦，就是讲爱以其人之道，啊，甲还治其人之身，就是讲爱互因家己吼、哦、去家己去处理。那么呢，台湾民主党伊能配合伊，就安尼讲，你流亡后是甲你买军费。你如果买一条，足简单嘞。后摆我嘛甲你买一条，不过伊个一条是新台票一条，不过台湾民众甲你买一条是，无啦，正台票啦，你嘛呢？啊，你嘛，而且讲美金，咱就是甲买就是正台票一条。后来莫讲咩，即鼻仔笃笃，你就知影讲，你就讲话较大嘞，知无？爱甲讲。对哇，无伊讲你话，人我即马，人即马拢嘛，即个流氓伫当中搞买安尼咧，就我较少哩，对哇，伊目睭就金啦。所以哦，我咧讲啊，正个局势演变哦，咱爱知影讲，既然嘛是安尼，伊爱尊重美国个领土完整嘛，对哇，你进，我来啊，哦，我咧讲个啊，即二月，即马下呢，川普我咧来个讲呢。我讲川普是伫我内底呢，我是川普呢，我来甲治落就好啊，知无？所以就只种伫台湾平湖绝对袂战争，唔过伫南海、伫东北亚一定战争，而且战争都是局部性的，局部性的，吼、哦，局部性的，吼、哦，因为有人把通知啊嘛，迄、那个美国国防部啊，把这个中国通知哦，你这八个礁吼、哦、人员吼、哦，你当倒落遐哈，哎呀，我来甲讲啊，国头，你这无合法的。哦，袂当有人伫啊，系咯，所以这基地是拢起好啊呢，起好啊，阿咩啊？哦，我咧讲，啊就是讲会意外发生啦，啊今年啦，哦，啊所以咧大家吼，咱都必须拢一直人讲静待佳音啦，都是等就好啊，真诶啦，哦，来过来一中政策，哦，哇，第六个一中政策，这是因每三个公报拢有讲过这哦，对先进。承认一个中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过去我伫课堂上嘛讲过，你即嘛讲中华民国，会记了爱讲啥？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哦，你哪个讲中华民国是台湾？唔是呢？中华民国即嘛是中国呢？因为伫2019年大会，哦，2019签一个话时阵，就是国共和解啊。哦，只是动作还不出来。哦，啊，国共和解呢，伫边谈为2011年开始建设。东兴学院，你上网搜寻，即卖即个频道、频道、频谈吼，即、哦這个岛吼、哦，非常的吼、哦、建设真水，吼、哦，啊，拢互伊当用好管理，因共同去管理，啊，咱本土台湾人，咱嘛真有北人，吼、哦，咱袂像700年前讲要抬到吼、哦、血流成河，咱免个抬，吼、哦，咱有啊。放爱甲欢迎拍火啊，上因登去团圆哦。所以就我讲个啊，这一个整个局势变化，老天拢咧安排就对了哦。所以天公真正疼亡人哦，台湾人真正有亡哦。过来第四人，美国宪法我有讲过，美国宪法第六条有讲过，经过参议院通过的迄个条约，在法律上、法律上。跟美国是嘛等同，哦，条约等同哦，所以就讲呀，这个所在美国宪法其实伊就爱保障伊占领区的人民的这个人权呐，就是包括伊的利益权，爱发到人利益上，爱发啥，国情爱发啥，爱发这吼、個哦、美国国民的心情，啊，过来咱的自由，咱的财产，吼、哦，爱讲保护。哦，因为台湾这个所在，伊嘛爱讲保护就对，哦。第八项，美国军事政府 USMG 管辖台湾民政府 TC 所发布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所以直接我来讲，咱的话，这个公民修正的发言，安尼很严谨，哦。其实你嘛提到，吼，我咱家己嘛欢喜呢。真的呢，过去咱唔知，哦，在提中
做来讲，中外伊就拢讲，我知，我拢在讲，伊那种地理动作，迄骗人，迄个，我做，那国民心理，拢无中国人同意的呢，无中国人同意。在1946年正月12日吼，安尼讲，韩方啥家就走呢。所以直接我来讲起来，现准时，时间点要出现啥，直接吼，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所在吼，直接，这大家知啦吼，川普。这是2016年吼，嘛跌破专家眼镜，叫动算的吼，美国总统啊，2017年正月29日，你看要完成啥？有即摆咧完成啥？完成这甘乃迪，甘乃迪就是拄到古巴危机，所以即摆在处理啥？处理墨西哥甲委内瑞拉的代志，吼、哦，所以这个精神有得到。过来要处理啥？处理尼克森，尼克森就是甲奥克纳瓦，吼、哦，甲日本的首相佐藤荣作处理好势。行，唔知几个美金吼，啊，甲即个奥克纳瓦行登去予日本。唔过呢，伊奥克纳瓦军事基地都类似像 AIT 讲吼，甲淡水美签99年，佫加到99年，佫加继续做，因为国际化吼，你讲着租约袂当超过100年啦，所以99加到，啊，就敢若因兜下啊，啊，就变到变过人下安尼啦，吼，啊，所以呢，伊爱完成吼，就是讲尼克森，吼。伊完成乌克兰等于大日本帝国，那么也完成台湾片哦，吼，完了还等于大日本帝国，吼、哦，个人也完成啥？完成伊第一根，吼、哦，伊核子这个非常的严，即相当重哦。伊即摆退出伊朗核协议，退出俄罗斯这个中程弹道协议，这就是以退为进。伊话，伊些拢无包括中国继续咧发展，所以呢，伊退出。退出了啊，愈来愈精彩，就是会把中国甲北韩哦，这个核武哦纳入，伫这内底变成做一边处理掉哦，所以有雷根这个精神哦，会把这个大有智慧的人啊，就是这听讲啊，核子弹讲飞，核弹讲天上足严重个啦，比原子弹多一啦哦，所以这一定爱有海根哦，可以来讲有一个哦，话哎，你叫话言爱关键哦。啊，所以你有雷根的精神，再来又拄着老布希的精神吼、哦。这老布希因为今年才往生嘛，台湾有甲秃头讲呐，你吼、哦、爱甲这个中国共产党解体。啊，因为这老布希伫雷根做8年副总统，伊起来了后，甲东西德围墙吼，全主权中倒塌。再来东欧的这共党国家，马上拍起来。过来，苏联呢，共党嘛解体，哦，伊人甲戈巴契夫嘛，哦，所以老布希这个精神哦，伊原来有得到，所以我就讲起来，今年是一个值，你看川普哈济总统，伊连任拢无处理的，伊要做一个，吼、哦，安尼简单的处理，哦，都手机的，哦，爱讲的，这拢免经过参议院甲众议院就当解决的，因为总统伊负担啥，行政权。加上外交权无唔对吼，所以呢，这诶精彩度就是讲，原来会跌破专家的眼镜吼、哦，就是讲西方有一个2016年诶，这个政治人物武将吼，川普起来，东方这边原来就是现主席，咱台湾民众这所有的政治素质原来起来吼、哦，啊，伫顶个月也是这个月初，就拄到一个乌克兰。迄嘛是一个政治素人吼、哦，起来时阵人做了阁如水，做了阁如好，真个呢？伊种嘛，原来甲伊呾国会解散，爱10月才解散，伊即摆提早甲解散掉呢。所以共款，台湾民众起来会拢袂去较输美国川普，嘛袂较输即乌克兰即总统。我来讲起来，台湾即摆整个沉沦非常的严重吼、哦，包括经济，现主席诶大环境的经济要会打底。哦，还会打底哦，会去如何？过来，第二，咱的教育嘛扭出去，嘛在沉沦，好不好？第三，整个的情甲无情，拢在糟蹋。大家嘛，怎啊？最近的话，即个三河大干落一个雨吼，我嘛感觉即款人过去，拢爱落几啊天的雨吼，才会做水灾，吼、哦。啊，即款的小落一下吼，上遐在咧积水哦，啊遐在咧啊安怎咯？哦，所以这时来讲起来，
连咧大主人才袂讲话，善和大地，因知无？其实因嘛知呢。即知就是讲，卖讲咱人知，咱人迄是拢有经过咱咧法律洗礼人有听，才知影讲即真相才知呢。无99.9%的本土人嘛唔知呢，嘛是感觉讲咱拢爱做啊，吼、哦，你嘛是安尼咧过啊，吼、哦，你有看无？整个的大环境，我看即摆拢嘿，足是店面无人咧过的呢。哦，上简单普遍就是娃娃机，大家比较有看。我嘛想无呢，迄遐尼好个店面，遐尼好个啊是安怎来？无人啊，啊，安怎要做个？哦，有无？有思考无？啊，咱个当地产，你有感觉讲，计起个遐尼济，啊，台湾人落尾200-300万，然后是中国啊是安怎只人？咱台湾人落愈少啊是安怎？啊，厝阁起遐济，安怎落袂落？啊，有思考者无？啊，即是拢财团咧操盘啦。啊，财团吼，内心通偌贵啦，吼啊，就是互恁安尼吼，才一直续续袂着。所以你啊，看台湾足侪企业哦，包括我互你记载的，就是这个大洋会员，好无？我过去大洋会员签合约吼，我唔知讲我去中国上海吼，看到叫做哎呦，我叫是转来高雄的。啊，怎讲呢？啊，因为大洋会员的介是拢同款啦，那伊是中国迄个大洋会嘛，遮尔大个，只是简单写字尔。我讲迄个色啦，颜色啦。所以未来教育就是爱用图形，你知道？唔能够用白遐个字啊！哦，图形就是我一日拍七日咯，哇！上海那我那家里大王啊，啊就把你当作拢因下啊！哦，俺新教会嘛是安尼，拢做哦哦啊！所以我就讲，底下咱一定吼，每一个中心学员，你一定要有危机意识。啊，你有危机意识了，你有迄个风险控管，吼、哦！你唔好讲哇，安尼我即马变咯，啊变咯是啊，有台湾民政府嘛。啊，台湾民众就是啊，你要信念坚定，这个信念啥？就是咱台湾民众的主张甲立场。啊嘛安尼，咱信念坚定了，我来讲翻盘的日子最近尔。好、哦，以上我甲大家分享到这，感恩，谢谢。